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特基老师。今天呢，我来教大家一个日系歌曲的编曲方式。就是我在网上会看到过很多那个啊，什么十小时学会编曲啊，七小时学会编曲啊，古风周杰伦啊，半小时编一个啊。我觉得这种是一种速读编曲的，怎么可能几个小时就能将一个曲子完成了很好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，今天我来教大家三分钟编曲。有的人说我不懂和弦啊，不懂钢琴啊，吉他，我乐器们的五线谱啊，不会啊，没关系，都无所谓的，都可以，很容易，都可以来编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下一个这个 chord pose 的这个软件。你说我英语为什么这么好啊？那是因为我平常都有练习啊。然后呢，下没有同学可以去下一个这个软件呢，它就可以在里面编辑这样的和弦。你说你不知道什么的和弦，就。你就照我的这样编辑就行了，再从这里然后可以改变它的和弦，然后就写四个和弦就可以了，写这个4536的一个这样的进行的和弦，然后在 A 调里面，在 C 调里面呢，它就是这个F G E M A M， 我们可以先来听一下效果。一个这种感觉的和弦，然后于是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面换取它的这个风格，这边是可以换它的这个速度，比如说可以这个 slow rock， 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 light rock， 这个叫电灯摇滚，然后这边有一个舞曲啊。是，我们就可以来根据这个，好，这样，就这样的东西，我们就编曲完成了。比如说这样，壊れるほど愛しても三分の一も伝わらない。君のこのミクミクにしてあげる。歌はまだね頑張るから、そんな優しくしないで、どんな顔すればいいの、君とまた手をつなごう、私とまた夢を見よう、せーの、そんなじゃダメだ、そんなじゃほら心は進化するよ、もっともっと、思い出せば幼な心、影に似にた影の次、思い寄せれば咲くなひなひな、溺れ落ちる僕たちの涙。サンライホン、タ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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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タ、もう一回こっち向いて、言いたいことをもっとあるから、心のこと、体のこと、全部記憶の中の幻、暗闇に落ちる街並み、人はどこまで立ち向かえるの、届かない恋、教えていても、私ついていくよ、どんな辛い世界の闇の中で、 So everything they made me whole、今君に捧げよう、 I love you forever、 最後に言えずにいた、交わした約束忘れないよ、目を閉じてしかめる、人間如同奔流的江河、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。好了，这样我们大致的把这个重复的段落编辑好了呢，好了，大家可以听出来啊，这个和弦的进行啊，在日本的这种日系歌曲里面用的非常多啊，不管是前奏啊，还是 A 段啊 B 段或者高潮部分啊，或者说是 solo 的部分啊，都会用的特别多，于是我们也可以就用这个来进行创作，但是这个是仅仅是一个 MIDI 文件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把它导出
为一个这样的 MIDI 文件，然后呢打开我们的真正的这个一个编辑软件，叫做 FL Studio 10，这个软件这个很牛逼的一个软件，我们中文叫它水果。你说我英语为什么那么好呢？因为我平时都有练过啊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导入这个 MIDI 文件，导入我们刚刚的比如说4536这样一个，它就可以导入进来，就这样。好，我们可以听一下，它主要的还是像刚刚的那样的音色，对不对？你觉得这种可能会比较 low 一点，其实呢很容易啊。那我们的这个这里加载一个 Sound Cool 的，最后的比如说我们简单的把它导出成，一般是导成这个格式，但是试听的时候导成 MP3 比较快，比如说导成这样的 MP3 格式 320KB。 好，最后我们就来可以来听一下，最后它就形成了这样音乐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唱首歌曲了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大家学会了没有呢？